钱嘉乐同黄志文出年一月将会合作演出舞台剧《今晚打老虎》，呢次仲系志文第一次演舞台剧，而且仲要表演跳舞添啊！今次都是一個很好機會學習，因為啊，同阿羅冠蘭老師啊，同埋袁富華佢哋都是第一次合作，所以就係唔知啊，係好即係好期待嘅。最近嘉樂嘅兄弟陳小春就在台灣演唱會公布喜訊，承認太太應采兒已經有了三個月。原來嘉樂事前都不知道咁犀利，佢又話唔得嘅，諗唔到佢仲有三個月嘅喎，真係啊！係啊 ，confirm 咗啦，即係。我第一時間做完東話之後，我聽到啲消息，跟住就有 confirm 啊，佢喺台灣平平安先啦，跟住之後就楞埋依個消息，再睇下，係喎，佢自己都講咗喎，原來喺演唱會，咁啊咁大膽啊，有冇問過我哋幾兄弟就自己搞到三個月咁樣咯？但係佢都 confirm 咗，係咁啊，做兄弟一定係高興嘅。